又到了幼稚脱皮的季节了，不知道你们在家里的幼稚什么样子呢？我这一场水大水浇下来之后，看看我的小肉稚们，看他们居然都要爆头了，脱皮以后不知道会什么样子，期待他们脱下来以后的样子吧。看，我的小金菊可爆双头了，还是很给力的，起皮应该个个都是双头，至少得70%-80%左右吧。看看小猪蹄儿，也都在脱皮的状态中。